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咱们云南北上南归的象群目前持续的活动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大渡岗乡关坪村附近。旅途中出生的宝宝呢，也在逐渐的长大，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能力。整个象群所有的成员都健康状态良好。帮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所以母亲节要到了，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赶快到快点购，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